要上了赶快啊，电影半不要去出去上厕所、哦。首先，我要谢谢万代福黄董事长、李行长，还有黑福联盟林主任，还有今天在座的大朋友，很荣幸能够受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黄金急转弯》这部片子的观后的心得。我不知道等一下可能听听看大家的心得，就是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基本上眼泪没有。我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情绪非常难过的一个情绪当中，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妹妹刚离开，然后可是我看完了这部片子之后，我就有一个感想，就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看这个片子，因为这个片子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说，人是不可能一直都很快乐。那我们从九月份的时候开始在网络上面推心率好比大的活动，是一个网站。那透过这个网站，我们接触到非常多从15岁到30岁这个年龄层的大朋友朋友。那他们其实都有反映到一个问题，是他们生活并不是非常快乐，而且他们身边陪伴的人，包含家人朋友，实际上也并没有清楚的知道他们心里面难过的原因。所以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我就觉得说，的确是像我现在一样，就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经历过家里面经历我妹妹的事情之后，实际上时不时的，其实在我心里面会觉得非常难过。在我难过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陪伴我的家人或朋友，在我难过的时候跟我讲说，啊，仁朵，你不要想太多，啊，仁朵，你开心一点，到底有没有真正帮助到我？我自己的感觉是没有。所以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获得了，当我们这个网站获得了包含儿福联盟在内，还有生命线张老师的这些专业的社工团体，跟我们一起在网络上面服务网友，就是透过这个网站，其实以前你可能是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是用打电话的方式去接触一些社福团体，那现在不用，透过网站，你只要按一下滑鼠，就可以找到这些社工，他会告诉你说，当身边有忧郁症也好，或者不是忧郁症，是因为人际关系，或者是失恋啊，任何大大小小的，当在座有经验一半，实际上是没有失恋的问题，后面不会有一些失恋的问题，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旁边的人可以怎么样子陪伴，或者是你自己可以用什么样子更正向的方法去面对一个可能是情绪的低潮，或者是一个不好的回忆。那刚好就等于是贴近了今天
我来邀请大家来看这个脑筋急转弯的这个电影所要表达的，就是每一种情绪都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可能一直快乐。当悲伤或者是难过来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进而能够走出这样的情绪，才是一个面对情绪长久的方式。所以非常谢谢万代福李执行长邀请大家来看这部片。我相信包含像今天来的是社工系的朋友，未来你们可能都会是社工辅导的第一线的尖兵，那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这是一个种子吧，这个电影是一个种子，在你们心里面未来可以，你们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转化成你们未来在社会辅导社工辅导的工作上面，给更多人温暖，更多人支持力量。那我借这个机会哦，就是说如果我不知道是几年级的学生哦，就是如果未来你有需要，也希望说透过网络来进行社工辅导的话，也可以跟我联络，我可以按照不同的社福团体的属性的，专门是辅导小朋友社福联盟，辅导妇女问题的是妇女救援基金会，或者是心情陪伴的，就是张老师的生命线这个东西。我也希望我今天来之前也有跟他们通过电话，就说如果各位社工系的朋友对于这一块网络服务这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会后跟我联络。那最后还是要打一下广告，就是大家应该都有拿到那个明信片，有没有？拿到是不是？还没拿到，好，要打卡才有，知道吗 ？OK， 好，那我就先分享到这边，然后接下来。王先生，如果刚刚也可以有那个大学生来发问，对于刚刚的电影，有没有觉得？就是我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察觉别人情绪的异样？人家说没事就是有事，他一定会说没事，那怎么办呢？对，察觉身旁的人的异样。就是比如说他爸爸妈妈看到那个来历，他心情不好了，但是爸爸妈妈却跟着他起哄，越来越生气，这样这时候怎么办呢？好，对，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欢迎儿童主任。他里面有一个示范很好的角色悠悠，好，他一个蓝色的那个精灵啊，他其实在悲伤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做什么？倾听，对不对？就。他没有给任何建议哦，大家就哭了，对不对？对，哭不哭是他的选择，可是其他人没有做，他没有做其他的指导，他不会说，快乐一点，他没有，他就说，就听。好，所以在悲伤或察觉不一样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真的是先倾听，然后倾听完了以后，第二个动作其实那个这部片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起始点就是它英文名字叫做 Inside Out。就是里面的东西要出来，里面的东西不出来其实很难，所以哭的时候要流眼泪，笑的时候大声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大要拥抱，还要给身旁的人一个抱抱，对，这样就可以让你的情绪自己有出口，这样就对了。选择把话说出来的第一步，实际上就已经把压力释放得很大了。可能大家很多人会问我说，在网络上面这样子聊，跟社工聊真的有帮助吗？就会因为这样子。而问题就不见了，实际上很难啦。可是透过跟社工们一起交谈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共同找出解决问题方法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不晓得说，因为您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算不算霸凌，我觉得如果就我个人经验，我觉得不算是霸凌。可是像我现在就会非常的在意说，当我面临心灵低潮的时候，我会很希望把我的心里的话找信任的人把它说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说，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人去面对这样子的负面情绪。其实悠悠从一开始没有人要让他去碰触寂寞，对不对？他就像一个坏小孩一样，没有人要去关心他，也没有人要去理他，只要看到悠悠了就把他推开。可是其实最后救寂寞的是谁？悠悠。我感触很深，其实比较感动的那一个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忧愁、忧郁、心情不好，它是一个恐惧，赶快麻烦快乐赶快过来，那个忧愁的东西赶快把它推开。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告诉我的东西是什么？是其实当你伤心的时候，其实它也可能是一个救命的一个仙丹。
他要讲的部分其实是，其实每个情绪它都有它的功能，包括那一个他要救他的时候，火箭头有没有愤怒？如果不是他很愤怒，怎么会烧出一个洞？对我来讲，我觉得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情绪缺一不可。就在这个电影里面，让我看到了一个，其实忧郁是虽然是现代人很多会存在的，可能高分底的东西。可是如果未来我们的社工朋友，我们能够善用，该快乐的时候给他快乐，该忧郁的时候善用忧郁的功能，其实可以帮助很多人走出来。这是我看到的。那我这次也是非常高兴，就是能够跟城市这个城市广播还有新地好一点我们的那个同兄一起来合作。万代福对于公益，我想台中最有公益的影城，真的就是万代福，真的。掌声。那这边是黄先生、黄炳志、黄永堂，所以未来各位你都在台中朝阳嘛，对不对？你们到各地去。朝阳。朝阳。对不起。是我没有读书，对不起。未来只要有万代福做得到的地方，我们都非常欢迎各位一起来告诉我们，甚至我们写了一个表格，只要希望万代福好电影都可以一起来分享，我想这些都没有问题，好不好？那谢谢各位，谢谢。